同場嘅張希文同陸浩明嚟緊都會去大馬，事關佢哋會同多位藝員組成華麗評判團，負責喺比賽當晚為佳麗評分。呢日 Kelly 同陸浩當然都有把握機會，預先觀察一下一班佳麗啦。我睇好一個人，係16號。Maria， 點解？係啊，唔係喎，我真係感覺上咧，佢有啲年輕版嘅肥媽 feel 有少少。係啊，因為佢 mix 嗰啲 feel 咧，嚟自肥媽、雲血兒嚟嘅，好正噶嘛。我會有一種親切感啊，我會想佢入到三甲咯。